标签盒这个是顶标杆，顶标杆这个地方有个洗过的切槽，是刚好可以放到这个里边的，是刚好可以放进去，换个面是放不进的，这个面刚好放进去，放到多高呢？在这个爪子和这个爪子中间的位置。标签放进去，这块板子一定要用啊，标签在这儿，印花的朝里。然后调整这四个爪子的高度。这个上下可以调整它的松紧度，松紧度调到什么程度呢？调到手推过去它能自己弹回来，你看手推回去它能弹回来，不要太紧，不要有哪里卡住，就为最好就可以了。